Hello, Michael 婷姐好介绍的下午好，今天我们来到大曼伊斯干达，听这个名字不懂在哪里，这个地方叫做龙源，龙源听过对吗？它就在我们的 highway 旁边而已的一个小区，这个小区哦，这几年以前是没有保安围篱的，可是这几年呢有这个议员把这边做了保安围篱了。今天看的就是我这一间哦，单层很大款啊，24x90的一间单层 end lot， 因为它是 end lot 的关系，所以你可以看到旁边呢是有一条小马路小巷的。这一带呢也因为地点非常方便，这边去 CIQ 哦只需要6-7分钟而已。所以你可以看到哦，有一些屋主呢，他们也会哦搬去新房子过后的话呢，拿房子哦拿来做一些里面做一些改建啊，把它做成哦出租房，拿来出租出去。所以如果是讲你在找这波底市中心想要找单层的朋友，我们这一间三房两厕24x90的哈，你可以看到它车房，你是自住也好，车子有2辆、3辆都非常方便停放，就算是要拿来投资出租出去哈，也不用担心哈房客的这个停车位的问题。再来，我们进来看看这间房子的话哈，其实在龙源这边波底的市中心套 area， 房子大概都有50年的这个物龄了的。可是你再来看我身后这一间，哎，婷姐她看起来不像50岁嘞，没有错，屋主说他们20多年前整间才打掉重建翻新过啊，所以这个设计呢就像平时你看婷姐拍 Bukit Indah Nusa Besari 的屋子一样那么新款，可是屋身超大的啦，这间24x90客厅的空间都非常大，以前是屋主他哦爸爸妈妈自己住的啊，后来搬走过后也不舍得租给人，所以哦就一直保留着很美的这个屋况到现在。这一间哦前面的第一间主人房，你们可以看到方方正正的房间非常大，因为是旧款的屋子，所以房间里面是没有厕所的，我们的厕所是在后面，等一下带你们去参观啊。这是我们第一间房间，这边呢讲是波底市中心，它也是永久地契的哈 freehold 的这个台的。第二间房跟第一间房他们都把它建成哦很平均分配这个大小啊，也因为是 end lot， 你看到吗，这两间房间都是有采光有窗户的，如果是中间单位哈，就完全没有这个阳光照进来的。而且你也可以看到这边的屋子把这个 ceiling 它也建得很高，所以哈屋子做了石膏哈，空间都还是没有感觉到压迫感。饭厅的空间呢，屋主是把它哈放在这一边啊，放在这个地方，或者嘞看到吗，安迪安哥住过的屋子，麻将台，平时打发时间也在这个麻将桌的位置啦。来，我们往后走哈，啊，这边就是我们两间的这个洗手间啦。通常哈，旧屋子三房两厕的洗手间都是坐在这边的，一个是蹲式，一个是坐式和淋浴间。再来往后走，这间就是第三间的房子了啊，三房两厕都给你们看完了啦。这一间第三间的房好像还在大一点点，这一间房间哈，第三间。三房两厕，然后我们这一间大门的方向是向东北的，这一边你看到吗，屋主他做了一个以前的屋子啊，很多会在加多一个铁门，再走进来你可以看到这个空间超大的，假如你要把饭厅搬来这边也是可以的，或者饭厅放前面这边做你要大大的厨房其实也可以，因为它这间屋子超大，24x90，你没有听错哈，所以后面这个空间是很大的。这一边他们在这边平时大煮大炒的这个灶炉的空间，我们后面还有地的哈，带你来看后面的地，哇，后面还有一个20尺的这个空间，你可以看到，你要拿来做扩建加成房间也可以，如果你是要拿来投资做各房出租的朋友，这边可以再加多两间房间吧，啊，两三间房间没有问题的。屋主他本身是自住，所以他这边呢是平时拿来做大煮大炒的地方，这边呢还改了一扇门，刚刚婷姐讲嘛，旁边是 end lot， end lot 的马路走进来，这边还可以停放车子，如果是有做生意的朋友，刚刚屋主讲你要下货就方便哦，车直接架进来把你的这个做生意的货下了就可以了。而且呢你可以看到刚刚婷姐讲这边地点是在波底市中心嘛，这一条 highway 认得吗，啊，这一条 highway
highway 就是可以通往我们 CIQ 的 highway 啦。这一间哈、哦、在达曼伊斯干达龙园哈这一边的一间单层 N lot 24x90，三房两厕，这边永久地契哈，大门是东北方向的，我们这边有保安围篱啦哈。这一间的话呢，卖价是5,580,000，然后呢，我们走路哈，走路就可以去到我们对面的这个龙园的羽球场啊 ，Diala Sport。如果是讲哈、哦、要去吃东西的话，3分钟车程到哪里？到阿坤怡园面呐。要去我们圣多萨大马花园呢，也是5分钟左右的车程而已。如果是讲你要走 Highway 去到我们的 CIQ， 只需要7分钟左右的车程可以到 CIQ City Square Mid Valley， 地点非常的方便哦，5,580,000就可以买到喽。有兴趣的朋友打电话来麦哥婷姐好介绍，跟我们预约来看房啊，或者跟婷姐拿 location 都没有问题的。在我们今天的直播视频到这边，记得离开的时候怎样点赞、关注、订阅我们。有屋子要卖，也记得找我们；要找屋子也找我们哈。我们下期再见。